想它里面会不会是黑色的？哇！欸、所以它酒都全部吸进去里面、喔、对，感觉超浓的。你们有吃过吗？你们吃过吗？没有，吃一口就会醉了吧。嘿，定了吗？这一集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隔空跟芊芊喊话喊这么久，总算受到芊芊邀请。没错。我现在喊数字蟹，数字蟹。为什么？不是，而且我们芊芊不知道有没有看我们前几集这么烂，还要跟我们挑战。我们三个人这超烂的，烂到爆炸，然后还真的撩到本人。不是我最烂了，我最烂了，我等下修可以给他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准备这个西瓜，就是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西瓜砸在芊芊的头上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其实是来拜码头的概念啦。对，我们今天希望，我们今天是要跟西瓜做点事情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要。OK， 好，那等下怎么玩，我们再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对，好，我们先见芊芊。先去找芊芊吧。芊芊，欢迎芊芊。洗流量，洗流量，我们又要洗了。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洗人家流量了。怎么样？我们现在都是邀到那种流量很高的人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最近过气了。那有吗？我最近音乐都不太好。真的假的啦？但有比你们好吗？真的？洗多少吗？我们要挑战，就是直接砸。我们是重口味洗你，我们重口味加他个人跟他个人跟我个人，没有人，我们四个。今天本来要玩一个游戏，就是叫这个。八嘎 watermelon， 我们现在就改了，直接这样插它头上，直接砸芊芊这个。拿吸管喝它了，就不要再做了。你酒量好吗？不好，它能吃，可能酒量也特好。对啊，感觉你什么都可以。现在不得不说，今天看到芊芊也太高了吧？对，它真的很高。你们两个真的很羞耻。我刚看开场计时要偷踮脚。我现在累了。看芊芊背，你会觉得我们很烂啊？就。而且我们常常有那个，就是吃太多回去还说啊，今天吃太多了。我觉得我那时候在看，我觉得你们就是在吃晚餐，就是在吃一餐。我们水饺，水饺吃几个？我们在吃晚餐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对，他觉得我们是吃某早中晚，早中晚，然后不是在排片，我们在挑战就对了。对，很认真在挑战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每次吃完那一天都不会再吃任何东西。对，而且我们那天录完那集的接下来两集，我都超像嗑药，你知道吗？就精神都萎靡，我们精神就失常。你们是听着录吗？真的。我们就精神失常了，血糖太高，这我完全可以理解。我有时候也会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来制作这个西瓜，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这个呢，就是最近网络很流行的，就是把西瓜开四个洞，然后把它插进去，然后让整个西瓜等下吃起来有这个酒的感觉。很酒哎！切西瓜这件事情很适合你啊，萧伯。我先试试看，因为我原本这样，你要先抓四个位置。对，不会倒位置哦，可以吗？四个圈，可以，可以哦。不要太近，不要太近，不然瓶子撞在一起。哦，好。那你为何不做？瓶盖在手上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好，现在是用这个剪刀，我不知道剪刀好不好。它是刀子，它不是剪刀，还没吃过。对呀，你血糖过高，你刚刚已经心呛了，是不是心呛？那我在切刀子，你们先问芊芊问题。对，我刚刚想问他，就是他说什么？你们家马桶是特制的吗？因为只要吃，如果因为我们之前吃100个水饺，如果一个人吃100个水饺，上出来的量应该是，因为应该是同就同。你最常被问的问题是什么啊？最常被问的问题就是排泄物。每一个人就说哇，天啊，你好漂亮！哎，请问你们家厕所的马桶很大吗？也太没礼貌了吧！你呀，你呀，我刚刚又没有，刚又没有录影。等等 ，Sally， 你等吧，我就在你旁边。这大家问一样问题，大家都会问一样。问题，然后回答什么？仙女，我都会说仙女是不上厕所，晚上厕所后面会有彩虹。哦，那后置可以帮我送个彩虹吗？可以，就是那个玻璃球那种这样子。哎，所以你在外面是真的不上厕所的？对啊。那我好奇，上厕所时间是不是特别长？时间的部分还好，因为我是玛莎拉蒂等级，高速的，好好哦，很顺畅，很顺畅。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。因为你刚刚说仙女就是。那个不拉屎嘛？那万一你今天跟一个暧昧对象出去的话，你就真的就是现在就想要去拉屎，你会跟他说？哦，我会完全忍住。如果是赛雷棍那种等级呢？赛雷棍等级，我就说我们家有事，手机就先回家了，对，就先回家了。所以那交往之后也不能讲说我要去大便吗？交往之后可以，但交往前没有办法。那交往之后多久可以？就是说我要去大便，但一个月吧。哦，那还好，那还 OK 啦。可以不大便，好厉害哦！不是，你忘记？不是，那你自己喜欢什么型？你有特别喜欢的星吗？星座呢？星座是不是很多男生？你喜欢天蝎？我喜欢天蝎。他也很喜欢天蝎。天蝎叫命啊！我也爱天蝎。他每次问谁都是假的。没有，不是因为他是金牛座，他也是土象的。金牛座跟天蝎真的很搭。他是金牛啊，土象都搭吧？我摩羯啊。土象做搭的吗？
我他刚刚皱眉，我是觉得皱屁皱啊。那你有讨厌射手吗？因为他就是讨厌射手。那你们射手是因为有交往过所以讨厌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本身就是只遇过天蝎，所以还怎么可能？哦，原来你人生只有天蝎。人生对人生只有天蝎。你们不是上一集 Q&A 就说，哎，是 Q&A 嘛？就说三年你们要回答三年这件事很难。对对对，我是可以回答的。几年？几年？几年？十年？哇！好厉害，好强哎！你刚才教教他们怎么稳交，好不好？我们去动画上面的也不是很重要、啊。这个西瓜很不 care， 我们不 care， 我们不 care 稳交的部分，如何稳交？如何如何？如何稳交十年？就是把他当家人啊，对啊。可是他们想要接吻吗？可是一般这个理由是不好的、啊。可是通常你在一起久了，就是一年过后，你又就不想接吻了。不是，应该说一年过后，你有什么事情想说，都是为了就是对方传对传其他的就是。你会怎么？你想太远了吧？还好吧。你说第二年就开始想传宗接代？没有，我是说如果交往久了，本来就是可以我觉得一年绝对、哦欸，不是以家庭组成家庭，是你交往一年过后，本来就会非常冷淡的啊。你的冷淡，你的保鲜期太短，怎么是一年？一年不是很多年、欸，很三五年呢、欸。哎、欸，他保鲜期可以放，对啊，他保鲜，他保鲜。你要凭什么讲我？我是年、欸，他保鲜期是很长。不是，那但你说我后面九年的，后面九年就是家人的互动吗？家人的互动啊，不过就看你就是追求什么了。我们追求肉欲啊！家庭，少来，你干嘛不讲话？哎，其实他没有超过一年的，哎，中间有女朋友了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他结婚了，对啊，啊，怎么了？哎，那你们，比如说餐费会不会花特别多钱？餐费会。对，因为没办法，因为他哎，但是我要先讲，我之前刚开始交往的时候，然后。我那时候还不想让对方知道我很会吃，所以他的零食柜所有食物，就是他出去上班的时候就把它全部吃光。然後你吗？对，然后我下午就会再去买一模一样的东西放回去。真的好辛苦哦！然后你到底有多饿？还像那个怪兽。然后那而且还后续在五点垃圾车来的时候，还要把那些赶快先拿去丢，因为避免他看到垃圾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这个？有一天发现同样的一包，只有开用心哦。那你这个行为维持了多久？一个月。好强啊！所以一个月之后就很会吃，又会大便。哦，那他有夸赞你，就是很会吃，很会大便。对啊，一个月。还好，没什么太大的感觉。哎，那我好奇，那另外一半食量也必须要很大吗？不用，不用吧，这不是个偏大。哎，我其实不能理解为什么。正常的小碗这么小碗，280克，那我不能理解，因为那个才10块啊。那你们的一份大概，来10块给你玩一个，你可以吃整个电锅的饭吗？整个电锅爱几口啊？你不要煮混。细口可以啦。骗人！细口是八碗。细口很多哎、欸，我们全家人都是吃细口。他，你有吃过七碗呢、啊？他之前跟我吃七碗才两口而已，七碗才两口，一口半两口。是吗？一口是两碗。对，一口是两碗。没有啦，有些碗不一样大小、啊。我吃七碗那个没有很大碗，嗯，小小碗的。那你很常去吃到饱吗？你很少很少。为什么这样比较划算？怕被讨厌哦。就是吃，因为现在大家知道你的时候，你去吃到饱，大家就会想，哎、欸，他又要吃了，他讲、okay. 来了，我不为你们大胃王去了，第几轮的？你可以化老妆去吃，太假了。我素颜出去就不会被认出来，真的。你素颜？你现在不是素颜？你现在不是素颜吗？现在素颜吗？我现在的妆可是两层。哎、欸，你自然妆很厉害。你检查一下，你用什么粉底？我跟你讲，兰蔻精粹的那一款，但是你油肌不适合，因为它。容易脱妆，可是他脸会发光， oh, 真的耶！因为他皮肤超像素颜的，对，你皮肤很好，然后再混一点点雅诗兰黛，哎、欸，可以找我嗎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赶快找啊！可能标姐叶佩都被想找，没化妆，没化妆，没得试还没化妆，我就想说大师的就不用化妆啊，所以你现在素颜，对啊，现在素颜，可是你也很像，我们现在恭维的状态，对啊，你两个互捧啊，你们真的很好，你皮肤真的很好，对，哎，你怎么在这？你知道王美都讲，你怎么在这？真的，对啊。好了，那我们这个豆已经开好了啦，怎樣我们一人一罐，等一下、喔，一人一罐，然后就喝干杯。应该要先往里面这边，我们谁要先才对，对对，都可以啊，你们可以的话，茶都大王哎、欸，没，我也不会啦，我们一起啊，没有，我们一起啊，我们一起，就四个人对着这个啊，是吗？可以吧？可以啊。下两个，可是他为什么不会露出来、啊？不是、啊、你等下，他会，你要插到，你要被刺进去那个果肉里。哦、第一个最好插、欸，不是，我觉得他不应该第一个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好插进去喽。啊、第一个好可以啊，第一个最好擦、啊，这个我上黑幕这样子吗？你擦得很扎实哎、欸，主要扎实吗？好，换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换擦，好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我觉得厨艺最不好当最后一个，可以，你错了，我是最会煮菜，工厂，我才是好不好？这个最不会煮，这个这个，他第一结束，欢迎娶我，慢呢，来来来，靠过来一点。对，这样没对的，你好慢哎，很猛哎，来啊，
可以，哎呦，可以，好，可以，不会擦哎，擦王，那现在擦王，他漏出来哎，这样没错，这样没错，这样没错，哎，他狂漏呢，没，因为他狂漏的时候，这时候夜用卫生棉该怎么代言？没有啦，因为它就是漏，会漏到整个西瓜，所以整个西瓜就会有酒的感觉。苏菲的那个裤子可以再找我，欢迎你再回来找我。我们也可以啊。对。就等一下谁要吃这个？等一下就是输的要吃，输人要吃是不是？没错。好，我们先预测谁会输。你们先呛下，感觉谁会输好了？谁感觉最不会烤？我无法反驳。他没有在吃的，真的假的？会啦，你有吃烤肉吗？会啦。他吃烤肉一定要桌边服务。对。主厨，我就是贵族，怎么样？里面会不会是黑色的？不会，你可以看一下，你就是哇，哎呀，所以它酒都全部吸进去里面哦。对，哎，有那种真空不揪的声音，好可怕！一看就知道这个西瓜很浓。来切吧，切，感觉超浓的。你们有吃过吗？你们吃过吗？没有，吃一口我就会醉了吧。今天切好，今天切好，快切好，可以。哇，专业，可以。哇，看起来很正常哎，哎，很对，看起来很正常哎。对啊，要再怎么切？就这样啊，然后我每人吃一片，就用汤匙挖就好。切再切一个小片吧，切小片好了。过来过来，小心小心。没有啊，用汤匙挖不就得了？哎，它变得很好切，对，它水分很多，整个西瓜都碎了。就给你吃，太大了。我等下应该直接脱衣服。传讯息说，哎，我今晚去你家，真的是脱衣服了。哎，闻不太出来，哎，嗯，有啊，有，可是没有想象中的浓。对，它就是西瓜是带有一些浓度。有些人是说这个放在西瓜里面的话，那个酒味会被稀释掉，但只剩西瓜的甜味跟酒。嗯、它水很多地方超浓的。对，它透明的地方蛮浓的。嗯，很浓哎，这块。哦，没有，我觉得这块应该是插进去的直线的那一块。哦，这味道不可以哎，很浓的，很浓哎。我觉得可能加一块，哦、因为你吃到你们可能有些人吃到那种，你吃到边边的，超边边，你这是中段，对，你吃这一块，这块很浓，这块很浓。好，我吃那块就好了。嗯，很浓哎、欸，就很俄罗斯，哦、你知道吗？有吗？就那有时候发卡调那种什么美丽果啊那类的感觉的味道，直接加。是俄罗斯发明的料理。很发嘎，哇，这很惊人哎，很惊人。这个你们会在家试吗？不会，不要啊，这很占冰箱哎。这清理方式是蛮麻烦，而且这成本超高嘞，这么多，这么多发嘎。对啊，你们用汤匙挖一下嘛，只要不是输的，挖最近的一口。好，好，那你们猜拳吗？猜拳吗？当石头爆，他说爆，他说爆。哇！怎么会？那人气旺也会赢拳。对啊，不是啊，先走。爆。哎，臭手王哎，我的妈！脚爆，脚手爆，脚爆，呀！很酷，因为很酷，哪一块？等等，我来，先帮我，这个吧。你看动的直角线，这里有动吗？这里是这边，吹牛蛙这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这一口不可以哦，因为它透，要插的后面，对，它的后面。哦，有没有这颜色？很透哎，很可怕，就是很像很 juicy。我来挖，对，你从这样，我们要很精华。不知道是谁想出这么奇异的料理啊？马克，哎，真的，这个感觉很浓哎，这颜色都变了，这里颜色又不一样哎。那我上去马上吃，快点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摄影机近一点，拍近一点拍。马上拖我年收入价，是吗？马上拖我年收入，来，可以出去买房子啦，这样子。哦，好萌哦！怎么样？很纯的 Vodka 哎，好吃吗？西瓜味还有吗？微微的西瓜味是冲淡 Vodka。你最近买了几栋房子？买不起啊，还没睡，还没睡，还没睡，还没查理啊，查理赚很多啊，很浓，但是我觉得它有盖掉 Vodka 的味道一点点。西瓜还是有盖掉，一点点而已，一点真的很浓。如果这是一道甜点，然后卖你钱，你会愿意买吗？不要啊，怎么会？我觉得懂喝酒会觉得，可能真的很喜欢喝发嘎的人，他会觉得很开心。对，算是创意料理了。对，它最透明那块真的是，
醍醐灌顶。好啦，今天实验大成功啦，胡巴嘎 watermelon 挑战，成功，耶耶！哎，他们看起来没灵魂，因为他们看烤肉很厌世。我们都这样啊，我们常常录很多，然后没你们没在动的，你们就讲话。我们两个在烤了跟什么一样？哎，我们有动，先办放空好不好？说实话，是不是其实夸奖人用要想要什么？对，要先去场面啊，这样子。想想在形容词，高级。可是我们要维持画面很漂亮，是不是？Yes。哎，我们这也是有难度的。好浓，好浓哦，真的很浓哎。真的吗？大成功。没错。谢谢，拜拜。